きやろうとアホのがいいの。いべたんまいんさこあかたんここああいじゅうすないかんだいこよしそらんねれと春风，一哥啊，听到这首《落大雨》，落大雨迄日啦，我就想到郑日清先生啊，郑日清先生啊，对啊，伊伫个差不多民国四十几年、五十年代的时候，哦，这条歌伊足代表啊，足红的歌呢。你捌听过伊唱？对啊，跳舞安尼唱。对啊，对啊，对啊。哎，唔过讲到这条歌，伊那唱，听讲是日本曲是不？内行的，其实那时阵有真侪歌曲吼，拢是日本曲啊，甲台湾词，比如讲像什么《国路愿望》啦，《春满本时空》啦，拢是遐个。是安怎安尼呢？咱注意个分析，我个分析过就是，日本话甲咱台湾话哦，其实它的痛是同款的，拢无唇齿音，嘛无卷舌音，所以你来用日本曲啊来配上这个台湾词，会再讲上怪古流习惯就对啦。哦，无怪迄个时阵，遐尼啊侪歌流传到今嘛，还阁足受欢迎。所以咱继续来欣赏两首，嘛是差不多这个味的歌。来。又到了我们台湾小调这个单元，今天呢要来介绍。咱的主题要来讲一个跟流浪有关系啦。啊，流浪。啊，流浪就是讲咱流浪到台北，到淡水。对对对，系啊系啊，就是讲，因为呐，真侪人拢出国嘛。是。其实像台北人哦，真少，拢差不多拢下岗起来较济。像你嘛是。我台南起来啊。啊，我嘛是啊。啊，你有那台南，台南起起来。系啊，所以咱人啊，伫身在异乡时哦。心情啊，各方面啊，拢啊需要鼓励啊，需要真侪这个疼痛安尼啦。尤其是无同款的环境哦，哎，特别去想着故乡的所有的人啊，故乡的情景啊，啊，特别思乡，所以有特别多感情，所以这方面的歌特别多哦。所以咱今日来唱哦，一定真侪人跟咱有同款的共鸣啊，好不好？好，那我们就你挑一首来，我来挑一首，我挑一首比较抽象一点的，抽象的，对啊。流浪哦，滚哪种嘛，对吧？你也是什么？像落花流水这样子。哎呦！在这时阵，在你这个深间来听到这歌，一定是受人非常的尊重。安尼，我来讲一个较爽的，流浪到台北，比较流浪到台北，流浪我心情啦。来，乐乐。总觉得早晚会离开。
漫步车身何在，总觉得缺少一份爱，总觉得缺少一份爱，总觉得缺少一份爱。我唱歌定下咧，都来光色来光拢走出来哈。我安尼唔够真爽啦，因为唱歌其实像我以前唱歌哦，拢会较随便啦，较随性啦。但是哦，做这节目了，我就规个拢改啊。我感觉有时要唱歌哦，还是要较辛苦的。唱歌本来都爱就辛苦的。我唔知，我较早唱歌拢只，假如总是讲唱歌都简单啦，出来唱完了我一摆看，我一摆我喊你看自己看自己，我一摆看我家己伫电视唱，我就看我这两唱歌做起比较精诶。看作突然了，终于发现你也快点嘛哈！哎呀，但是，哎呀，但是，哎，就是看了。今晚开始等下开始看。哎呀，你大概看这麦，可能我有改变啦哈。其实恭喜在，咱来过年，一哥哈，真的为了接这个节目了哈，我可以做，我已经证明哦。你后大家规个人的感觉拢无同款呐。其实输得还是真高追啊！啊，不过哈，伫个镜头头前，大家拢安尼痞子样，痞子样，大家拢动作哩安尼皮皮啊。我今麦其实袂啦，今麦无感觉。较早我拢真歹，较早我做唔平，我真歹。我今麦无，我今麦一开始拢就开始点头啊！你好啊，真好真啊，真搞真搞，安尼对啊，我都安尼。我个感觉就是，系啊，而且时间嘛真暗嘛，吼。对啊。啊，实在如果来，如果是离袂开啊，免怎。继续唱。而且咱都听着两首这个流浪歌，我想其实也是带来一首跟流浪啊，跟这个出国有关系的歌。对。你要唱哪一首？原乡人。成长。